啊，水池在波荡荡，如露似白霞过上网。今天的上网要来你呢，西北上来接一接。连人挨了你的雨脚往户外，给你提瓜，学外机种上来，正式开始吧。第一笔的往户外呢，准备种呢，这还是我的雨脚举办的第二个往户外。搞垮是你灰色的油啊！给你个往户外一买，猛日接触奥运攻击的自带秀，让我给你提过开幕式一买最头的一个例子。第一届奥运攻击自带秀，得奥运、奥数、奥修、奥日四大非物我母，是我冬奥国家队队的百强五脉，一个个障碍机制，还大不能外部奥王国的国际历史。以及通过胜国的变异修复，当将一去国王体制在自我的当前目的奥运英语，还要预就这一日语无语日一岁之前变异军人的二十块五十，若给那个变异得国家奥女手许多扩美的取差池，可以去奥运王国的巨人括弧集。我们这次欧秀作品也拿出来很多，向市民展示，有人物，有花鸟，也有那个动物啊，这些都有。那些欧秀是温州独有的一个传统工艺，它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史上也是具有很高地位的。奥运攻击秀里的连霸凯是日益愈久，一配要宇宙男日子一户的最西藏的各口日差棚就得了第二笔利息。上了一家宇宙棒球街吧五岁的木德营雷日大招秀雷日大西日门记日在上扬的舞蹈子预写的盖瓦的文化处基于 AR 日语电热的舞蹈钥匙一在上扬的大处的档给了都西斗日益的口子女手。奥运攻击的最后一个霸凯是体无宇宙，而是给人秀的最多立地。这个垃圾是次年顾客王虎门上的手机，我得拜将更加宇宙列国能批斗的人家，一五五可加一张西单样的次年顾一个个利息。该多种要奥家巨人郎或日记，我以目的巨人郎各公布，奥业巨人郎自梦随之事自写记，当在第五非物巨人郎。次年顾人记自得秀的自家，同阿自在一方就重要。该给保护的宇宙女手，回国日若不得将，穷忙几日宇宙的攻击阵仗，已在上扬几年内，防护错意差异是得给上任我。我觉得今天的开幕式也是一个创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一群工匠手艺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请上台，而且还展示了一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激动的。这一次温州的文博会，我觉得给我们这些从事工匠的人带来很大的鼓舞，因为温州是一个工匠之乡吧，也是一个工艺美术之乡。几百年来我们都是依据前辈的这个印记足迹啊去开拓我们的手艺啊，每一道手艺里面都深深地留下我们前辈给我们的工艺技法，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求我们发扬工匠的精神。赶快叫你白老师啊，给你个往部位政策的对话呢有往家斗吧，自得几位总觉呢要较大基础，要先将沙寨个个顾客队去给沙巴都来给自高造的吹鼓，说记录给五年时间内啊，一级外外举办古教古艺的泥台位，造的泥教特楼，宇宙的产业只哪能去养，孟家的不外鬼只哪能护鸡，得当王的。隔壁几位的室外机是三十五二块六二块的，该最前楼基础。该多种宇宙特色景区，要宇宙各个域日区，既是古代特色文化，亦在久比异色差棚。配置过我参观呢，又是以热意物质的热，日语观呢以死亡和物质的，用古观呢夺取鸟口之端，既是多代的差异特色。隔壁村几个黑衣文化东楼观，许多要特色。景区的瓦样色之次，又还被一部卧鱼，整体以黑衣的桑拿色作为紫色点。古乃职业房屋百店几日区、古玉木几日区、鹅门屋几日区、黑衣洞外沙的乌龙区的档，特意东头特意要给门户网户。你们是东头人吗？对对对，我是东头的。平时啊，都画在那个大张的那个渔民画、渔民画上的，我们都有的啊。张拉列瓦馆内又可以具有的错意英语能力。
莲花馆要研究紫梦山之石、紫血旗和紫梦岩石样石500种稀有点石。馆当中展示的是紫血旗石制的凹叶，以及500种以大陆上的热带物质队操作的犀利石样作品。馆的多类多种石制的四柱呢，是以澳国无棱馆，连埋的是澳国 logo 的玉石区。小杰的欧窑那个陶瓷和我的摄影作品，同样是主题就是石头。小杰的这个陶瓷啊，它的色彩非常鲜艳，啊，还很有时尚感。而我的摄影的黑白作品呢，是色彩是黑白的，很单纯、很安静，也很古朴，啊，这形成了一种反差。裴军呢，为大陆上做了很多很多的摄影，他是通过摄影的形式把大陆上这种美表达出来。我呢是想把这种美通过我的手艺，通过陶艺把它去表达，告诉大家温州有多美。自我自得归以外，像这个王错记出来可以来嘎的和三五协会要嘎的非外在王湖物产的巨人和泰国与我错意谁自己去了呢，在中几日各当与我女女错意居买嘎当居你的王错谁自主朋另外要加拍摄活动，包括参与日一系列系列孟加若鹏嘎白王湖参与我母刀子以及恰大外的党像三二局同江地基区内基区的是中国工艺美女大师奥斯巨人郎就将用这个奥斯主鹏就大师讲言假使我通过一例的女语错意对女语长征用在的学物对错意和奥王湖王嘎海的基于词四个柿子然后一个平一个暗台一个如意叫事事平安事事如意所以说我们把传统的一些理念传统的这种欧塑然后怎么样把跟现代的这种装饰的理念现代的手法怎么样把它嫁接起来怎么样把它融合起来王部外次还要记录啊我你这个明年日鬼阿是跟你提过阿多门红得在世界宇宙自主机属宋代国际类正式开幕。第一个自主机啊准备做四年日本福特大是可以说一级喷注无马注意我可以以主外摇吹无相信主你别意非无机日主地自主的当无动。第一个自主机要这个是农业腾宇宙日政府制吧。与米机日宇宙的自主参与主插棚主网户主裤子。其即如江门可二组过楼跌着宇宙这组区域碰吧。但给你这组机的磋商挖机呢又是可不该人挖的宇宙西外二组这种西外本地虚居故事和宇宙这组早去宇宙。同时人挖预习呢阿南高可本地注意此呢障碍即日协查协究遗嘱在以学养。有责任做商会用我们公司的产业。他自己的喝茶用我们公司茶叶，他宣传用我们公司的茶叶，那就这个就全国各地就很快了，这个知名度价值提高了。我称阿多门红，本以沃托泽族用古乌奥泽、日语称蒙泽、奥黑沃伊泽、王人楼子公主、错女蔡莲翁西门，他用沙白西当玉石布盖插柱的玉石区的琼族商棚，就泽族积累在台里西。今年初，我呢是将那个沙比北国旗的脸孔词和玉节的东西，带这组现场打了一顿的样式。现在的茶叶是二月份摘的，不影响的。接下来那个要重新长了，重新长也不影响的。就是那个三月份这一批茶没得采了，就损失掉了这样子。那就说品质应该还不会影响。不会影响。就是说量会少。量少了就是。那问一下，就是最近这个茶叶的价格跟往年比？没有，我们没有提高价格。据了解，我呢是给这组碰脚提高斗意，组织呢也是多浪次的服务，要预计能够拉近这组市场的自家，加强故宫阿类，这个词众多组的产品呢要可能配合。那啊要内务助农娃娃讲这事实，还是给你这组的国家只帮一块叫你操你洗。记录这个上网，上讲啊，日语的公益部门记得不讲。国要来说，特别一买做生意的人，最翻百多种的钞票，晓得指哪还没能掏哦。该的都是指哪能买日管呢？告我娘，是不是找来吃一次自己的店主？最翻百几下来的钞票还掏的将用户，他同样在交给。该多种最多的一笔是三毛发的，最小的还要七八给发的。还给了马哥的钞票是指哪能还掏的呢？
他通过是阿里旺旺来联系我们嘛，我们是卖家嘛，来我们这边说买要买花嘛，然后问我们能不能按他的图片来制作嘛，然后我们就说按图片制作可以，然后他说要加 QQ 聊，然后他从 QQ 里面发了一个文件过来。这个要是特别买古货的一个图片，噶要是给这图片啊任意子拿掉去，要给官方又复制图片忘记，是一个默默蒙的忘记。要是这个出来还是图片能够写给某某人士，得给才交给特别买过的钞票掏我的。根据线索，日语门将锁定了一个外在异人，带给障碍桌布。该外在异人还摸了以后，但是和某某门头掏给了将用户钞票的外在日人呢，我娘我。还给特别是越南大户找来才使得起的呢。把这个密码设置给他，然后迅速对他说给他没有啊，然后对他说可以打不开之类的，他就确定了啊，他已经把这个密码设置给开了。那你外在异人有这一笔可马股利益，最靠这个系统的俘虏是上层贷款，噶马股既有上层，同时对自己支付宝密码死对人家，默默的好的证实，又自动的对支付宝的密码赤裸裸。啊，在所有的这个过程中，他的那个网络地址，还有端口啊，还有一些他的支付密码，就直接被这个过去了。有人或者一年人许多抢送的得得把马过的支付宝密码交来，同时呢得带货支付宝寄来的钞票，且抢送送的巨大字的寄来。噶十年过已经晓得或者一年人遭遇个小伙吧，不过公安部门还是要来个网贷没交认证啊。第一个，第一个或者一年人通过相互辨认，但我之所以还是半懂半不懂的，问复杂的电脑个数，还第一个碰到也是要多累个呢。还有大部分的电脑呢，我要杀到女婿做事吧的。第一个碰到，就你那还杀到女婿出去呢？告我娘，谁记录此帖？当代给那个网贷，日语门将自身的上网外在一年人，讲外在一年人的阿国的去，默默碰到之所以能够用那个皮得的白马股的秘密。如果说他卖家电脑上有安装的金山，然后百度、卫视这些的话，可以直接显示这是木马。卖家如果看到这个木马的话，他肯定就不会接受了嘛。只有在安装三零的情况下，他是查不出来。去年毕业年杀到女婿，我那个许多容易的设备区去给某某碰到，他大有子杀了能做去呢？或者一年人的阿套里去干这个女人，该要是这个某某碰到是上层杀了人密杀酿成的，他得给做杀了人酿成的呢，是一个魔药。我们根据这个信息呢，后来在厦门那边抓获了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永志。张永志交代呢，他说他确实有给这个木马程序做过免杀。根据网上一名人金永志的过头，这个公司呢又是客户女婿的，买个女婿出来呢，我家做三楼人的娘证，给你又是利用公司的要来电器，必打拨黑个做器材做个娘证。酿证一比你就一起发的，要三楼人的酿证吃了去还不是短片的木木碰到你，要这样快去以拉热的台子吧。刚说电脑系统出来，这个网景已经是密集插棚，要是密集还是木木碰到你，有一大堆系统无走。还这个木木碰到也是要多累的呢。话在一年能过的，这个木木碰到括号的证实是另外一个莫要追下去的。根据线索，日语门将马卡能有做出的叫某某本头括号的真实人的对地块门子，而不来日语公寓部门的阿摩一驱动对外在伊能部了。用公寓部门给个过头找了一次，给个得起预计的利率已经上得高了吧？该要是公寓部门能晓得的是个是外在伊能过的，给个某某本头是给客户的该脑残，该在这时间内用某某本头找套错片的，不是给了是另外的人。根据一买给一个省六个外在印尼人对焦的上司，日语的公安部门卡西卡有说李艳娘对另外一个外在印尼人不了得吧？根据第一个外在印尼人过的，他给说摸了护体，让本土人士，结果又靠一个省六个谁吃得吧？然后一看就联系我，然后他不懂日语的，他根本就看不懂那个源码的，但是他懂西源的，所以他就是。他说你想要什么功能，你直接跟我说，我给你重新开发一个。那你给了个能有大人靠到一年，给省面的去连麻烦的，要给省六个交上客户一个某某证实，
通过这个木木证实，这个生乱的又可以再再要对人。不光是这个两万，并且提成是两成，就是每赚了每盗窃一万块钱，必须得给他两千块钱，他才能就是一直保持这个木马可以用，并且他那个原码并没有一直都没有交给我，他什么时候就是不让你们用了，就是不让我用了，他可以随时停掉这个程序。要木木碰到跨好的政治伢了，给身边给开始学磨的活了过更，让给无辜吧。马卡呢给身左给你又找了杨鹏，他给身边给他给一张脸的阿嘎达西又是拉达。多多呢护送木木人工给身边的又为小家批来的这份白纪无伤心，其实在是聚集得起。只要让伊娃给身边给娃对样，只要买你三八发的给个人工资伊娃，买一笔套了个错片呢，无可给身左给代表方。大概上做的修在这车主过程多种会议，给个木木门头夫人能比要为预做得的。把这文件发给万上的卖家，可能万万里面的一个系统什么那个查抄到这是什么一个木马行为，然后他就把它拦截掉，啊，卖家他就不容易接受。但这个人说这座木木本头的是个省略的，国家都多拿木木本头不能够预作，这个是个黑不忘错片有脑家路的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该省略的以让家走三楼人本头米沙酿成的省机的。他的那人给四个人上的一个吃拉客还被老阿尼劳动的摩罗瓦在退席的大人工。不过又是叫了他拉他给四个人娃子哈公园不忙不了几上都无故忽略的责任。格上讲啊，日语是人们呼吁带给四个人上海判决，方便判要日头阳一年得三年罚当。格说了，那呢行家这一次内审大姑娘，让你发现比那个点的一枚，当老师的让我卡几尔，这副白几尔，得当块纸浆要加的屋头，而非日币跌开来跌三能呼来个忘记，可莫查理解，反对两年跌三个猎物木呢，说打蒙色，该哦，无有可能是崩的完。格记录啊，我呢过个次东西，找了一些过，记录这个上网。给你提挂日内的商务界和这一次沟通事故，要不用谁发一个大夫对商务界的阿哥们作家，结果把许许给谁发对队伍那有得次谋还被陆续能如此。给你提过商务界忙于给了初代五八次的袭击，前面一脉呢已将降至通了，初年五家开见无故，此在此家论面一脉要一张高西高的八十年纪头痛三门。国江四大大爷们将可直接过提过给雷胡写一次过通事故，要不用这翻给大夫就要三五节一买阿哥给忙过的我除了用给这翻你我得路哦。那当时呢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它的车上面是装满了这个石灰，这由于相撞的这个石灰是撒满了一地哦，三围桥桥面上都是撒满了石灰。那我们交警四大队的民警接到这个警情之后呢，就马上赶到现场，发现这个半挂门以及这个石灰已经散落了一地，那么严重影响了这个三围桥的东西方向的通行。多日前呢是提过正午的脚，门将得到一级以后，每带事故处理正在处理，包括万物工程西部成立六米，希望五米多久我你可以参加，但是六那个热费再次要搞西高的以上，吃了去还被陆续预设。将过三个角度的村里工作提过较低度的人家人民的开户通业，黑吉布大夫只能为叫阿哥给忙过的我呢，个女样呢是给个狮子欲救起我几脚洗吧，给帮到自己给了要给阿哥忙。据这位驾驶员介绍，他是青田人，这次呢跑长途也是很久没跑了，据他介绍是三年前他这个来到温州，经过三围桥的时候呢还没有限高门的，那这次呢是夜间来，然后他说自己开车的时候也没有注意仔细看，那么导致这个车门与这个限高门相撞。据了解，三五节的阿哥们已将做次看为连你吧，这个阿哥们呢啊要我给加强三五节解密的误打，但要是给连你呢，人家话是要么都出就给个阿哥给忙过的我。国将雷尼阿德生狮子初期三五节的功能感加德比楼上。在这两年间我们对这个限高门也进行了一些改造，包括我们设置了这个醒目的这个禁止驶入的标志，以及在上面安装了爆闪灯，应该来说我们在夜间的话行车还是能够注意到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
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在行驶至这么三围桥的时候，如果您开的是这个重型的或者中型的货车，那么注意，请不要到三围桥上面过，要到下面桥桥底下通行。记录最高的民间之鬼，各位你大姑娘我晓得啊，二回大的那个是我们预计就业的过通四年，但是给到在四月的日间呢，而且叫上班，有一部分农民或者老大无乐活，失业无休。说基根据那个女的开始，是政府决定对二黑大的啊，不宜做高，对给那就坐吃路日些嘞，工资呢是一百六十米。二黑大的到在四月以内，已将任务日门户口区写给国统业的，该要是四月二啊几次，二黑大的要来往的呢啊去了吧？该多种最职业的又是国统工人或将军工人辅助。阿黑大的要不忘得那个农民副本，要来当农民的各个阶级都认得你汤出我，给了你五十也怎样？另外，接替征集人头、路虎、车虎当活命的阿瑞瑞辅助，要不忘得那颗日的对面的绿党投案，绿脸面的人中村和要不忘急救里面被过怕叫。长得那个人学日政府决定，但阿黑大的长也怎样？对生绿绿雨雨，同样能力可以出个四十多。同时带医药的路虎长在小区半侧，长过车虎和立体路虎，带一些急救里面趁势加热，带过了日中维修设施长在日虎，防水各国界接替，是多个长过一江里虎。隔壁中央活动还放两个阶段长在，三月二九到五月二八是第一阶段，六十年。红北施工的是各国界南北两户的烈勇路的一轮式改的小铺路的香烟路。本红北施工的呢是对面分的南北两户用其他的烈勇路改当。五月二九的教育菜是第两阶段一八年。红北施工的呢是各国界南北两户一轮式改的小铺路，对面分的烈勇路的王旗路。本红北施工的呢是对面分的南北两面的用其他的玉石大的。学二黑大的施工之家，国家部门对省市门区域加对策做好准备。记录这个伤亡，学遇难的结果，我做之后，也要一点三个遇难在飞波之西路，把将来开通吧。该要是遇难，是个生产的日益之贵之业的物联网。记录啊，我你西北少开，连街无此。物联网算是遇难海沃市接不得的动脉，是世界生产的日益之贵之业。黑米那个德瑞人把仪器靠巨人杀死马西奇，要黑衣巨人的称额，是世界日益误差靠世界对在对模误差。一千八百块公里的黑米一枚，杀得都稀得，又还比是体内的食生靠日本那个日子一岁。噶羊角呢是国家故意，还比是一副吃说西吃说的队伍。据来讲，今年四月九日的五月三日之间，预计还开通的云南物联网的直飞波子。隔壁波子特通人给我吧，还要一起交把部在武汉用药卡，体验的宇宙直飞物联网的壁垒。那么以前从温州到下龙湾，非常的辛苦。那么基本上是从温州飞机飞到南宁，然后再通过十个小时左右的大巴，然后去到越南的下龙湾，中间还要再经过两个小时的一个过关的一个环节一个时间，所以基本上在路途当中至少要十几个小时，而且还要在南宁过夜。那么这次开通以后呢，从温州直接飞到下龙湾的海防机场，只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所以应该说，跟我们所倡导的快行慢旅，那么这个精神是相符合的，让这种快行慢旅啊成为了一种现实，让温州市民能够更迅速的能够更好的来体验到下龙湾这种新世界七大自然奇观的这个美。对高端的客人，因为让他们之前让转机到下龙湾的话会很辛苦，所以说就没办法去满足做到开发那个市场。希望这一次透过这次的温州的包机，我能够把这个高端的客人带到下龙湾，而且把我们越南最漂亮的下龙湾介绍到温州的客人在这边来。长带要卡的互动视角，给比物联网的旅游系列特通方三角，一角是日要业，一角呢是以红江各国物资的乐你要卡业证。体验物联网要买红江的同时呢，也可以购入的云南小队无奈的类似上网红人。对三角呢是属于拉能的半自由业，
这个呢是深圳府古窑郎改在五省张志德就地的档。像这次推出来的这个产品，基础款的，下龙湾加河内的五天的旅游的产品，我们的报价是3880块钱。就算是最贵的全程是精品的五星级的酒店度假的酒店，它的价格也是控制在7000以内。所以跟原来的比呢，除了时间大量的减少之外，那么在费用上也减少了相当的多。噶西内府内松下王家都给白沙湾屿，白沙国上王利用宇宙真人改路，无俱乐部外屿特别太区，与南五连湾在非旅游差棚无高外。活动多内，凡是白沙俱乐部外屿无高人工，又可以免三百法的个与南路内区的签证费，送古镇两百法的个签证单一包。白沙湾屿这方也可以参与离港业务的档。要想吃的人们，附带给该来八年半年连的脚，早日去该最大家的五老外集团来腾腾吃。哎呀，属于一把姑娘职业是三万层打开，又可以上层把来中央把下卡。给一卡把吃以后，可以使用一该发的水出，再该发的吃的养的药物，这的话又归属西归属。噶跟那个三万的又挂了大利息，我你忙接这位。